从这里，不应该这样做。这个排水管呢，这个可水出的方向，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啊。这个不能够按这个方向排，应该向外，就是向镜头的方向，让它尽量远离这个屋边。你看看这水已经渗进去了啊！屋主说里边已经有水渍了，上来一查就是这个问题啊，是这个问题。好，我现在给它转过来。当我把这个排水口向外翻转以后呢，发现离墙的距离还是太近，所以呢我就给它加长了8寸长的延长管，这样的话呢这个水就彻底的离开了这个墙边啊，离开了墙边，就是之前的水已经停止流动了啊，这边呢水还正在从这边流啊，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屋里进水的问题。